好，《论语》说三十而立，而陈妍希今年30岁了。她拍过《那些年》《我们一起追的女孩》等8部片、9部戏剧、11支代言，捞了7000万台币，算是相当的红。不过她的爱情上却没有斩获，单身2年了。她说怕自己都不会谈恋爱了，很希望和爱人做3件事情：做脸、做饭和做人。说真的想当妈妈了。不过她说呢，希望在3年后才能结婚，快一点找对象，现在是第一要务。